五大正妹年历又来的，有的走性感风，有的是可爱风，现在开始预购，校庆当天开卖，盈余通通要捐给慈善团体，希望透过美女的魅力把爱传出去。性感走秀秀出姣好身材，他们是2015年辅大年历的正妹们。身穿格纹衬衫大跳性感热舞，她就是之前网上爆红的丝袜妹王萱，而她早已是签约的模特儿。除了性感风格，另外还有可爱风。头戴安全帽跳起可爱的韩国舞曲，一出场萌翻所有人。2015辅大年历开始预购，下个月校庆当天正式开卖，盈余要捐给慈善团体，希望透过美女的魅力能够把爱传出去。记者叶南洲、江冰杰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